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礼拜三之声马叔叔。那我今天呢，要来教大家正确的，我有在说话哦，正确的蹭口罩，好不好？没错，我们首先呢，就是要把你的双手，有没有，放到这个地方，哦，然后你就要把这个裤子脱下来，有没有？好，准备要脱了，脱下来以后呢，有没有？然后。这个脚从这边这样子慢慢的拿出来，拿出来，然后干嘛？丢到旁边。Run。大家一定说不好笑啊，不好笑，这个有什么好笑？不好笑。我们再脱一件，这件脱掉就好笑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试试看，准备喽。对，还有一件啊，我们一样把这件脱起来，然后一样丢到旁边。Run。棒哦，戴口罩哦，戴口罩哦。好，大家一定说啊，老梗啊，这个不好笑啊，不好笑怎么办？再脱一件，好不好？再脱一件，准备喽。Run。